大家好，我是萨姆，你有没有一个酒鬼朋友？你有没有一个酒鬼室友？如果你有的话，你的经历跟我一样。其实啊，今天我的室友他回来，他喝到很醉，喝到烂醉，然后我很好心的想要去叫醒他，可是他竟然在厕所里面睡着了，去叫他都叫不醒。其实你想喝是可以，可是你不要阻碍这世界转嘛，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呕啊，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吐啊，为什么你要偏偏吐在厕所里面，而且还挡住一个门口呢？你要喝是可以，你要吐也是可以，可是你不要阻碍到人家哦。好啦，我们就把现场交回给厕所。他是不是睡到很香嘞？作为一个这么好听的人，哪里会叫醒的他？他这么爱睡，就给他睡咯，对吗？为了做好事，所以我决定。好啦，这个影片就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，会发一个甜美的梦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。 Good night。